早上让身体适应温度是非常的重要，温度及湿度的变化对于身体往往会造成不适及过敏的现象，让身体保持恒温是对我们的情绪很有帮助。我的早餐就从温果汁开始，今天准备了苹果，所以我们今天第一道早餐就是温肉桂枫糖苹果汁。